阿姐，开门。嗨。好久不见，范围会更大一点，然后也扫得更干净。更焦，小出动。Oh my god， 我要给我姐骂死啊！哇，够咸，居居啊。什么够咸？你们不是粘那个地上？真是。妈咪。重啊，一点点重。走。出发。Hello， 我是肯。Hello， 他是肯。他是 Ken。我们今天是 Grab Delivery Man。事情是这样啊，就是我姐姐呢，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搬了新家。你们懂我是我姐姐的吗？应该是懂吧，我之前有在 IG post 过，但是她真的是很低调的，她是亲姐姐啊，不是干姐姐啊。Anyway， 所以妹妹的我嘞，你的生日福礼物我是一定不能少的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送过去。那为什么2020的生日福要搞到现在才送过去呢？原因就是我今天太忙了，我在忙着年尾工作了，又忙干爹叶配吧的比赛，所以是拖到2021年才送过去。一年了哦。选了很久才选到的啦 ，Moss Robomat 就是扫地机器人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应景嘛。他就一直念讲要扫地机器人很久了，然后我恐了嘛，所以我就找一个很靓正的这个叮。我记得他底下很 premium 一下，我直接奔奔下应该还行。阿姐，开门。嗨。好久不见，送礼来了。一年不见了啊，2020到2021。Thank you. OK， 谢谢你们。你要跟我一起拍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自然。OK， 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在真的不要开箱，所以我有自己来的礼物自己开箱，扛上去 ，Go Go。很轻巧，其实没有重的，你看。Bye。上来。怎样上哦？主播。我觉得新家很爽哎，还有吊床，啊，可以加油。开箱时间，我都不明白，这么我自己买的礼物，我要自己开箱。Moss Robot Mate， 哇，包装很美哦，说明书。哇，这机身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哎，很漂亮哎，它的外形哦。我一直以为它是用亮面的，结果它是 matte 的哎，所以它是不沾指纹的。这个是它的边刷，这个是清洁扫地机器人的刷子。OK， 基本上呢，这里面的剩下的东西呢，它都是给你有多余的，比如多的一块抹布，多的两个边刷，然后还有多的一个是滤网。噔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长的样子，然后我把。我刚才讲它是磨砂材质，然后这边有两个 button， 一个是 home button， 然后一个是 on off button。这边是它的集成盒，它的装灰尘的盒子，然后这边下面这块就是它拖地用的抹布，它是可以装水的，因为它是可以抹布的嘛，所以就是扫地拖地二合一。这个是它的滤网的位置，所以反正就是灰尘也是在这边，拖地也是在这边，它过滤的也是都在这边，全部都在这边。对啊，这是扭力轮子，所以有纹路的。OK， 搞定。OK， 从 App 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做 set up 的咯，比如是 auto clean 啊，或者是设定一些范围里面去 clean， 然后就是水量，然后这个是风的大小，就是它的吸力，然后 stop， 然后还有回去它的家这样子，这些正常啊，就是一般上扫地机器人都会有的功能，它都有啊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测试，包括了扫地测试、拖地测试、防撞防电测试，还有电池测试。饼干碎，阿波罗里的 cake 碎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这个也太碎了吧！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炒饭碎 ，Oh my god。去吧，出吧。我刚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它走的路线哦是工字型的嘞。这个价位的扫地机器人很少是走工字型，他们都是乱跑乱去的。但是走工字型的好处哦，就是它覆盖的范围会更大一点，然后也扫得更干净。更焦，去那边。那其实这台机器人哦，最大卖点的不是扫地，不是拖地，而是它不卡头。
头发，你知道女生的脚地上的头发 confirm 是比较多的，这样子你就会卡在那个刷子那边。但是哦，它这个中间哦是没有中刷的，所以哦它就不会卡头发，然后你就不用踩到半条命这样子。它就会像这样子，这个哦是我从别一台扫地机器人那边拿过来的，你看这个风威这边哦是卡死死那种头发的，你知道吗？Oh my god， 哟，卡到死死的，是很辛苦耶。但是如果你是中间没有中刷的话，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你看这个，我真的是不懂怎样清理啊。现在开始去扫我姐姐的房间。什么鬼哦？你看这个人整地都是头发，就像光头了，掉这么多。哇，没有中刷，心还是很强的嘞。干净。噔噔噔噔。你看里面的头发，灰尘不多，但是头发一大堆，很有成就感。冲凉。装水，接下来我们要带 smart 地吗？这个水盒可以装300ml 的水耶。OK， 小弟去装起来。小出动 ！Oh my god， 我要给我姐骂死了。哇，够咸，橘橘啊。什么够咸？你又不是舔那个地上，真的是哦。你叫啊，莫西，哦，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就去测试防跌防撞。我先下去给人准备接他。莫西，我好怕这样子下去我就拜拜了，我跟你讲，699拜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他还没有到就自己停了哎。很白嫩。哦，哎，我一点都没有在担心哎，因为他不是整个吐过来，悬崖边徘徊。等我老哥。他在悬崖边徘徊，再等我老哥。那至于电池方面，我自己是真的不懂它的容量多少啦，但是我是 test 过的，你 charge 满一次它连续用2小时多左右，然后如果你的家是1500平方尺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了的啦，1500平方尺是很大了的，那如果它真的是没有电的话呢，它就自己回家 charge 电咯。 OK， 现在大致上功能讲完了就到了猜价全世界。阿姐你猜一下这台多少钱？错，答案是699块8了，好不好漂亮仔？真的这个价钱，所以如果你是家里面有需要扫地机器人的话，但是你又不想花贵贵去买外面的那种啊，我就推荐这一台，因为它该有的功能它就有咯，可以扫地，可以拖地，可以避撞避跌，然后电池又 OK 这样子。最重要的是很乖的嘛，就是听讲哦，它还可以做这个免利息的分期付款，每个月只要116块8，你就可以带它回家，你少吃一餐火锅你就买到了，真的。然后它有包一个1年的 VIP warranty， VIP warranty 的意思就是维修费不用给钱，零件费不用给钱，就连你坏了你要送去厂那边的那个运费你都不用给钱的，保证起码1年里面啊，你坏了你都不用烦哦，这点真的是很赞的。那如果你们想买的话，我就在 caption 放 link， 你们自己点击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下次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啊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阿德雷，烧我啊。